So, hello everyone. I'm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晚上好。我是 Catherine，是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研究所的负责人，非常的高兴，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本次的讲座。我们本次的讲座分享的题目是日本如何用法律抵制性骚扰。这是我们围绕着消契公约的系列讲座四。那么之前的几次系列讲座呢，我们主要是关注了女性的财产权，包括消契公约在东亚的落实，还有韩国的女性运动。之前的几次讲座，我们也都有视频的录像，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看到英文和中文的字幕。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要先去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客座嘉宾是卡祖库伊托，他是日本的HRN 组织的创始人和会长，是他本人也是一个律师，同时呢，他也是日本的律师协会的女性公平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日本的国际法协会的主席。Ito 女士呢，也在人权这个话题上，著述颇丰，包括2020年，他也在全球 Me Too 运动，法律世界的应对这个专著里面著有专章。同时呢，我们也会附上 Me Too 日本的一些中英文的介绍啊，放在我们的网站上。大家如果对于日本近期的一些司法改革，包括相关的 Me Too 运动的材料，我们之后呢会在聊天窗发一个链接给到大家。那在请卡祖库演讲之前，我们想先让大家去快速的做一个在线的调研，这样的话让演讲人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一下各位今天的身份啊，包括大家对这个话题的了解程度，让演讲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现在已经把投票的问卷窗口打出来了，大家可以去勾选一下，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现在是律师、公益组织从业者、学者、学生、司法人员还是其他的身份。我们也尽量的让这次的分享能够有一定的互动性，所以呢，Kazuku 会先用头一个小时做 PPT 的演讲，之后呢，有30分钟做问答，大家在整个演讲过程当中，也可以在聊天窗口去发问，我们会把大家的问题收集起来。等卡祖库女士讲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挑几个有代表性的，请卡祖库女士作答。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请今天的演讲人，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好，谢谢哈，感谢 Catherine 刚才的介绍，也感谢各位，今天到会哈，感谢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研究所邀请我跟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我的话题呢是在日本我们如何用法律抵制性骚扰。好，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们如何在日本通过法律改革来抵制性骚扰。我们知道整个用法律抵制性骚扰这个旅程并不顺利，我们其实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今年我们终于成功的做了法律的修订，让日本呢在用法律抵制性骚扰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我其实从1994年开始做律师，但是呢，具体而言，我是开始去支持法律改革呢，是在2019年啊，因为2019年我们全球呢掀起了 Me Too 这项运动哈，这个在座的都不陌生。2017年哈，就6年前，我们看到很多的女性开始去公开的站出来，去分享自己过去的这种性骚扰的经历，然后很多人呢就开始跟进啊，用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标签，就写的 Me Too 啊，就是我也是来去分享自己过去类似的经历，所以很快呢就从美国席卷全球，成了一项全球的文化运动。但是在日本呢，
其实 MeToo 运动遭遇了很大的阻力，比如说，在2017年日本刚刚有 MeToo 运动的时候，大家呢，普遍觉得这会让打破沉默的女性呢，在日本面临威胁，因为女性的习惯是被，整体集体的声音是被淹没的一个群体，接下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一些数据哈。比如说，根据日本警察厅的统计，在2016年的一个统计，哈，全国警察总共受理了不到1000件性侵案件。但是，根据日本内阁府的问卷显示，有7.8%的女性和1.5%的男性都曾经历过违反自己意志的强迫性交。那么，日本总人口现在是才1.3亿，所以呢，整个基数你算下来还是挺大的。所以跟日本警察厅受理的案件这么一看呢，其实还有很多遗漏的案件。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呢，打破沉默者，他站出来分享他的经历，往往呢，受害者反而是成了一个社会打压、唾弃、指责的对象。比如说呢，有一个女性站出来说自己受到了性侵犯。那整个公众呢，可能会觉得是他自己本人有问题。比如说，你没事儿干嘛穿的那么暴露啊？或者说，你为什么没事儿会同一个男性去喝酒？所以都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且呢，你自己做了这种不光彩的事情，还到处去宣扬，简直是不要脸。所以整个社会呢，舆论环境是对女性非常不利的，很少去谴责真正的这种涉事人或者是过错方。所以这个就是日本的整体社会环境。那么关于遭遇性暴力或者是性侵之后诉诸司法的情况呢，其实并不太多。比如说，根据日本政府2014年统计的数据，在遭受过性侵的女性当中，67.5%的女性，也就是近70%的女性，从来没有告知过任何人，只有4.3%的女性选择了向警方求助。那对女性而说呢，警察其实并不是非常友好的一个群体，对她们并不是很友好。而且在整个寻求警方救助的同时，会对她们进行长时间的问话，这个有可能会对受害女性造成二次伤害。最后处理的结果往往也是不疼不痒，所以最后是令她们非常感到失望的。而且整个对，犯罪者的一个起诉率是低于30%的啊，这是强奸案件，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刑法，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根据目前现行的日本刑法，强奸罪要想定罪，那么它的构成要件其实是很窄的，它要求你必须得是采用了暴力或者威胁。这是强奸罪的基本构成要件，所以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所谓的准强奸，准强奸罪呢也是要求被害人处于不能反抗的情况，所以这种要件，整个司法体系呢就导致去立案非常的困难，而且呢，这些受害人他要去证明的这些情节，是很难去满足定罪条件的，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哈，为什么未经同意的性交目前不受处罚？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司法救济还是要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啊？对于定罪，为什么要制定那么高的一个构成要件的标准啊？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构成要件呢，就是故意。但是呢，其实法官呢，他往往会从男性的普遍心态角度去判定是否构成故意，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感到非常可耻的一种现状啊。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一个民调，当然这个主要是针对男性的民调哈，我们里面发现说哪种情况会被视为是做出了性同意的女性行为，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这里面列的，与男性共餐啊。这种行为有11%的受访者认为就已经构成了性同意，27%的男性认为与男性共饮就已经算是女性做出了性同意的行为，
25%的男性认为，搭男性的便车就算是同意性行为，23%认为着装暴露也算，还有35%觉得你喝得酩酊大醉就是表示了性同意。所以，我们说，喝得酩酊大醉，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意识，他就已经不具备行为能力了，他根本不可能去表示性同意。但是呢，还是有35%的受访者认为，这就表示女性做出了性同意的决定。所以这个结果呢，让人看了以后深感不安。但是呢，这个其实就是日本关于性同意的一个现状哈，也是我个人感觉非常引以为耻的一点。然后我们去看一看哈，在日本比较勇敢的几位女性，一个呢就是伊藤诗织啊，她是日本首位打破沉默的女性受害者。她愿意站出来去挑战这些现状。这是她的照片啊，她是一个资深的记者啊，非常年轻。那么她呢，曾经遭受了前首相安倍的这个传记记者的性侵。前首相安倍他的传记记者呢，是很有影响力、很有权势的一个人，就是被这么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性侵害了。那因为他自己本身呢也是做记者的，然后呢他就想去采访啊，和向这个传记记者去请教，比如说如何去在新闻报道当中去挖数据啊，因为当时伊藤女士她还是一个传媒界的实习生，那么这个资深记者呢，他就邀请伊藤女士呢跟他共进晚餐。当然，这对于一个实习生来说是很难得的一个跟前辈学习的机会。那他喝了日本的清酒之后，喝了一点，后来喝醉了啊，然后失去了意识。醒来之后呢，就已经发现自己受到了这个记者的性侵。但是呢，他即便提出了指控，检方呢最后不予立案，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就起诉，要求这个补偿。同时，有非常不同寻常。通常情况下，受害人都会这个隐瞒自己的身份，掩盖。但是他公开了自己的名字，而且还这个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这个情况，还写了一本书。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里边，他就描述了他的经历。如何成为受害人的，以及他到警察局经历了什么，还有在与公诉人交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根据这个经验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及日本社会、日本司法部门仍如何去改革。所以这是这本书所写的。这本书发行很广，很火，不仅仅是在日本，而在中国也很火，而在全世界也这个翻译成很多语言。那么对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实际上是在打破沉默的日本人。那么他在网上受到了骚扰，那么对他发表了很多仇恨的言论。他也面临着安全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只能是离开了日本，在英国待了好几年。现在他回到了日本，但是他的斗争呢是非常痛苦的，痛苦的，所以。这是到最近呢，还遭受当时的痛苦，到这个官司达到了最高法院，直到最近，他的日子都很难过，还没有完全取得正义。但是这不是仅仅唯一的案件，还有其他的案件，他的斗争呢，也激励了很多其他女性和女性记者，还有普通的女性。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是财务省高官的性骚扰案，有一个女记者受到了骚扰，但是财政部是财政部的这个副部长骚扰了她，那么这个财务部的次长要求女记者去酒吧，被问及消息，他说你可以抱抱你吗？我可以把你绑起来吗？女记者叫他不让做，他这个投诉之后也无果，那么这是所以这个后来他就。这个部长就辞职了，也道歉了。那后来呢，在部里呢进行了一些培训，对这个财政部官员进行了培训。
涉及到这个绩效人，但实际上财政部的这个部长说，这问题在哪里？日本不存在性骚扰犯罪，所以他低估了这种这个犯罪行为，认为这不算回事不算是一个什么大的丑闻，不以为然，所以他非常这个瞧不起所谓的这种性侵受害。那么如何来纠正这种心态呢？我们这个组织再加上其他民间社会团体，就支持了这个 MeToo 运动。我们邀请 Shiori Ito 来共同组织活动，不仅仅在日本组织活动，而且在联合国总部也组织活动。这是在纽约开展活动的一个情景照片。不仅仅 Shiori，还有其他的受害人都加入到我们，那么整个社会呢，都对我们表示了支持，我们非常受鼓舞。同时，社会也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也有同感，认为应当这个改变社会的心态，改变相关的法律。这是目前现在的一个日本自卫队当中的性暴力状况，就是相当于我们的部队。这个女性是自卫队队员，在服役期间呢，反复遭到性骚扰，即便是通过了内部投诉程序举报，受害人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且对事实矢口否认，该女性只能退出自卫队。那么，2022年7月，她通过 YouTube 发声，随后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起了请愿活动，媒体呢广泛报道了她的故事，大量的人来支持声援她，要求相关部门对他进行道歉并进行调查，那么公众对他支持很大。后来呢，终于在2022年，收到了自卫队的正式道歉。大家可以看到，一到西奥里发出声音之后呢，他遇到了很多仇恨的语言。但是2022年的时候，轮到了下一个女性，她发出了声音之后，得到了社会更多的支持。最后受到了道歉，这就意味着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开始支持这个受害者，观念发生了变化。还有另外一个案件，这个司法决定了也没有希望。其中一个案件有很大的问题。那么，这是2019年日本一个地区法院判的一个案件，一个这个女儿受到了父亲的性侵。那么日本地区法院宣告父亲无罪，虽然父亲认定妇女违背女人意愿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但仍然判定该行为不构成强奸罪，因为当时不存在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特别情况。所以，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在准强奸当中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人存在不能反抗的情形。那么，法官认为这样一个要求需要特别特殊的情况才能满足。那么在该案的情况当中，不存在这个不能反抗的特别情形。这个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女性非常愤怒。这是2019年4月开始的这个鲜花示威。那么在此决定之后，公民社会要求这些受害者团结起来，要求社会支持受害者，支持这个19岁的受父亲性侵的女儿，支持所有性侵的受害者，如果他们得不到公正的话，我们把它叫做鲜花示威。大家拿这个花朵来表示与对于受害者的支持和团结，讲述自己的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月他们都会在车站前示威，是一个主要的火车站所在地，他们进行鲜花示威。所以每一个月，在每一个辅导州县，公民社会和受害者都会连续的进行示威，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即便是在疫情期间，我们仍然进行这样的抗争。那么这使得很多女性受到激励，也使立法者受到了鼓舞。有时候这个是立法者也参加了这个鲜花示威，他们也认识到自己必须采取行动，所以这个活动呢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公民社会做得非常成功。那作为一个，作为一个人权倡导者，作为一个专家，我认为必须做一些事情。我们在谈如何进行法律改革的时候，我们
要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所以我们要看看国际标准是什么。我们必须首先进行比较研究，看各国的强奸罪怎么规定的。我们看到国际标准在不断的演进，在性犯罪方面，国际标准在不断演进。我们研究了10个国家，强奸罪规定，我们发现很多国家，就是采用不要就是不要这种立法模式，也就是说，强奸是违背他人意愿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包括德国、英国、印度、加拿大，还有美国一些州，采用了这种模式啊，我不要就是我不要，还有更进步一点的，就像瑞典、丹麦和西班牙，他们采用另外一种模式，叫做"我要才是要"，也就是说，强奸被定义为未经他人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不要就是不要和要才是要。在不要就是不要，意思说，如果说别人说了我不要，那就是不要，那你就应当停止这种行为。如果采取了性行为的话，虽然另外一方说了不要，那你还是进行的行为就是强奸。那么我要才是要，就是如果人一个人想让另外一个人发生性行为，那必须取得对方的同意，只有对方明确同意的时候才能发生性关系。如果对方没有说我要，那就是强奸。如果这个人沉默，什么都没说，这个沉默半推半就，这也是这个犯罪，这就是我要才是要的意思。也其他一些地区、一些国家，他们还界定了其他形式的性犯罪，比如说利用关系、权力关系实施的性犯罪，比如说教师、上司等实施的性犯罪。在芬兰、台湾地区和韩国采用了这种模式。所以和其他的司法辖区相比，我们发现呢，日本的立法还是显然是滞后的。所以这些女性啊，包括像受害者，并没有在法律上得到很充分的保护。另外，其实我也感觉非常痛心的是，性同意的法定年龄在日本呢，我觉得定的也太低了。日本呢，过去呢一直是以13岁作为能够做出性同意的法定年龄，所以太低了。德国是14岁，法国、瑞典是15，加拿大、英国、芬兰、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都是16岁。所以呢，日本的这种性同意法定年龄定在13岁，其实很难对未成年人形成有效的保护。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日本啊，13岁的男性、女性其实还非常的不成熟。所以从事实上来看，日本的目前的法定年龄的规定，并没有给未成年人形成有效的保护，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致力于去改变的一点。所以根据不同司法辖区的一个对比研究，我们也形成了几条建议。这个图片呢，是我们在2018年组织的一次活动，我们当时提出的几项建议哈，一个是要修改性暴力相关法律，比如说，要取消像暴力或威胁这样的定罪要件，引入像英国的立法传统里面谈到的"没有同意就是性侵"这样的说法。另外呢，将滥用权力的性侵行为犯罪化，把性同意的年龄提高，把现在的13岁的这个年龄门槛要进一步提高一点。那么我们希望司法部包括这些检查，部门，我们和瑞典开展了合作啊，也邀请瑞典的一些专家来指导我们去进行司法的改革，立法的改革。那么瑞典的同事呢，也给我们分享了瑞典的经验啊，这是在疫情发生之前啊所展开的一些活动。而且呢，我们还去开展了一些请愿的活动啊，联合了其他一些公民组织去开展请愿。比如说呢，我们团结一些同样有过被性侵遭遇的这些年轻女性，走到一起，我们共同发出声音。
所以在2020年3月，我们向日本司法部在网上提交了超过10万条请愿，对日本的性侵防性侵立法提出了很多的建议。那这些网络请愿活动呢，也对司法部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敦促的作用，所以在2020年6月，司法部就成立了研究委员会，来系统性的去审视我们当前的立法。那这个研究委员会呢，在2021年3月完成了它的第一阶段的研究。2021年9月份，司法部立法委就根据研究结果，指派了一个工作组来专门去研究立法改革的工作。所以呢，司法部现在对于我们的网络请愿做出了反应，他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去开展了研究啊，再去认真的审视如何去修改日本的刑法。所以这些网络的请愿，包括公民社会的这些活动，直接的对这样的立法工作起到了促进的作用。那公民社会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里是我们的公民社会所开展的一些研究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组织，比如说在这个左边的相关的一些报道啊，这是我过去撰写的一本书，这个书的名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案件被判无罪。啊，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反问的书名，在这个书里收录了很多司法部没有能够正确处置的案件，啊，来质问、拷问我们的司法系统为什么没有有效的去，给很多的性侵案件以公正的对待，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案例法啊，还有一些现身说法的案例，同时呢，我在书里面也提供了具体立法改革的一些建议，所以根据我们在目前开展的这些活动，包括网上的一些请愿，司法部立法委呢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但是呢，这些立法建议还是很难令人满意，啊，就是他们召集了一些所谓的这种法学院的教授，这些学者，但其实呢，这些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这些法律专家呀，他们严重跟社会脱节，而且根本不了解，没有接触过性侵犯罪的受害人，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性骚扰啊，性侵的各种存在的形式，究竟这些犯罪是怎样发生的？他们就是埋头一头扎到树堆里，然后呢去看文献。然后呢，就形成自己的判断，但其实这些人呢，都是一些学究啊，找了这么一帮人去开立法的会议，其实很难反映社会现实。所以，这个立法委呢，他最后确实提了一些立法建议，在2022年的秋季啊，也就是大概距离现在1年以前啊，他们提供了一些建议，但是呢，还是重复了之前的一些法律条文里面关于强奸的定义啊，所以里面提的很多的提议很搞笑，比如说，里面呢包含了比如说难以拒绝或者是抵抗能力这样的说法，但其实这样的措辞呢，你放到正式的立法条文里面，会对女性形成非常不利的解读，所以我们也再次举行了网上的请愿，来向司法部传达我们的意见，就是这个目前这种立法提议、这种措辞、这种语言是很难形成有效保护的。所以，2022年我们在看到这样的立法建议之后，在征求公众意见环节，我们就提出了自己的异议，表达我们的愤怒。所以，我们很多现实当中的女性都走到一起，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时呢，要求立法委去在语言上做一些
措辞和调整，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的参加请愿的一些面孔哈。比如说 Tsuchiko Ueno 教授，大家可能认识哈，他以前也参与了我们的线上活动，但这个规模不大，但是呢，还是发出了很强大的声音。我们可以共同的去表达我们的不满啊，对于这些立法委目前愚蠢的这些立法建议，然后立法委呢就不得不去放弃他最初的这种立法建议，重新提交了新的建议啊，这个语言上呢做了很大的改进，所以他们撤回了原来的那些条文。好，我们看一下议案的一些提议和一些反对的意见。所以到了今年3月份，我们的刑法终于形成了它的草案，在这个草案当中。应该是今年的6月份啊通过的。这一轮刑法改革呢，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成功啊。我们看到了不少的改善。首先呢，犯罪的名称有调整，在刑法第176条，把强迫猥亵这样的措辞改为了未经同意猥亵。这个猥亵呢？其实就是强奸啊，只不过在日本呢，我们管它叫 indecency 啊，就是猥亵。把这样的强迫猥亵，实际上就是强奸啊，改为了未经同意猥亵。另外呢，第177条里面呢，把强迫性交等这样的字眼改为了未经同意性交等，删除了原来的178条准强奸的条款。这是另外的一处犯罪名称的调整，所以，这样的调整还是很重大的哈，因为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条文明确规定犯罪行为的性质不是强迫，而是改成了未经同意的性行为。只要未经同意，不管有没有强迫，只要未经同意，就已经可以认定为是，强制猥亵和强奸。所以修改后呢，176和177条，总体上做了重新的规定。它的条文内容和犯罪要件做了重大调整，比如说这里标红的就是构成要件，说将使受害人形成或者表达或者实现，或者导致一个受害人失去了表示拒绝的意图，或者利用被害人处于这种情况进行猥亵的，就算是构成强奸的要件啊。当然，这个还是讲得很复杂哈，不像之前。比如说瑞典呢、欧洲这些国家说的不要就是不要，要就是要才是要，还是没有表述的那么直白啊。但其实呢，他已经在向那个方向去靠近。所以呢，将对方的不同意作为构成要件的核心，已经是对以往的构成要件做的重大的转变。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是向前迈进的很重大的一步。就不是说强迫或者是威胁，而是说，把它转向同意或者不同意啊，由过去的是否存在威胁强迫，转向了受害人是否同意或者不同意。为了去判断一个犯罪是否构成犯罪，在这个新的刑法里面列了以下8种情形和行为。当然，这个还是比较的复杂哈，但是呢。跟前面的176、177条相比，它已经比较清楚了，因为它已经给你列出来了比较常见的8种情形和行为，作为行为或者理由列举出来，比如说，使用暴力胁迫或以暴行胁迫为威胁。过去呢，暴力是一个主要的认定要件啊，176、177条。里面呢是把暴力当成一个核心的构成要件，但现在呢在降低暴力的这个影响，而是采用说使用暴行胁迫或者以暴行或者胁迫为威胁，所以这个呢就不要求说施暴人一定存在很严重的暴力，一样可以去定罪。另外第二条。里面写了说导致或已造成身心障碍。第三条是
使其摄入酒精或药物，或者受到酒精或药物的影响。第四种情形呢，是导致其或处于睡眠状态或其他无意识状态。然后第五种情形呢，是无暇形成表达或实现拒绝的意图。第六，使其面对与预想不同的状态，而是产生恐怖或惊愕心理，或使其面对该事态产生了恐怖或惊愕心理。第七，使其产生因虐待而产生的心理反应，或使其存在该心理反应。第八，因经济或社会关系上的地位而产生的影响力，使其担忧将受到不利。或其担忧前述情况，这是8个强奸罪的构成要件的判断标准。不仅仅是这8种情形，可以包括类似的情形、类推的情形。按照这一条的规定，任何其中一个情形，都可以构成犯罪，都可以构成这个犯罪。是的。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修改意义重大呢？我想，这八种情形呀，这条款规定的八种情形，使许多受害人陷入困境，无法获得司法救济的犯罪模式。那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那些曾不被司法系统认可的伤害，现在已经纳入法律救济和惩罚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在这些情况下，通常。人们会说啊，我没有强奸的意图，但是法律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实施者不能说我不存在这个意图。如果在有些出现了以上情况下，就属于犯罪。在这些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说自己没有这个意图，这是一个巨大进步。比如说第五六款适用于。欺骗、突然提出性要求，以及受害人处于麻木状态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害人，没有办法做出决定，他们没有行为能力，不能拒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强奸第七类啊，适用于刚才那个19岁幸存者被其父亲性侵的情况。在这个案件当中，女性受到性侵，从14到19岁，如果受到性侵的时候，当时她是19岁，在心理上呢，仍然非常脆弱，没有办法拒绝父亲的要求，因此这种情况下，不属于过去刑法规定的这个情形，而现在有了第七类，那么就很容易适用于这样的案件。第八类相当于确立了利用身份关系实施性犯罪的类别，如果事实得当的话，这是新的法律、新的规定，规定了这个各种强奸罪的类型，强调了不同意是一个犯罪要件。我简单的看一看这其他的一些法律修改。其中一个是婚内强奸，婚内强奸特别是在法律里边做了规定，第176、177条增加了"不论婚姻状况如何"这样的字句，确认了未经同意的性犯罪可以发生在配偶之间。虽然这项修订很重要，但是直到这些条款实际上执行时才有效。那么在性同意年龄方面，日本的性同意。年龄低于其他国家，现在已经提到了16岁，这在保护儿童免受侵及律师、雇主侵权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有人提出一个例外的情形，就是法律增进了一条规定，与13到16岁的人发生性行为，只有行为容易受害者年龄相差5岁以上时才予处罚。如果是孩子年龄差不多，发生性行为没有处罚。那么，这是个5岁差这样一个规定，但是这是有争议的。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一个年龄差来治罪呢？其他国家
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他们的这个年龄差呢，不是5岁，而是2年，最多是4年。我不知道，这个立法是好还是坏，还起码有讨论的余地。还有诉讼时效问题，那么每项犯罪的诉讼时效都延长至5年，在强奸罪方面，过去是10年，现在是15年。对于这个性猥亵，过去是7年，现在是12年。关于这个，对于未满18岁的受害者，诉讼时效从受害者年满18岁之日算起，因为这个青少年受害者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候受到洗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发不出声音。有时候这些加害人，包括加害者是父亲的情况，也使他们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他们有时候受到极大的心理伤害，有时候甚至这个过了10年之后呢，他还没有办法这个忘怀，还希望能够起诉。所以这种诉讼时效呢，现在经过这个扩展之后呢，就可以对多年以前的性侵案进行起诉，更容易追究针对青少年的性犯罪。然而，许多受害者指出，相对于全球标准，延长后的诉讼时效还是太短。在全球标准当中，有些国家刚刚就这个取消了这个性犯罪的诉讼时效。我们也可以向日本的这个立法机关提出，将来进一步修改法律。还有就是这个重新定义强奸是非常重要的。什么算是强奸？需要这强奸，是非自愿的性行为。那么这个性交定义扩大了，性交。那么在2017年修正刑法的时候，第177条中性交等行为的定义从仅包括阴道性交扩展到包括肛交或者是口交的行为。在上一次，修改的时候就已经扩大了，但是新的法律在此之上又进一步，2023年的修正案将性交行为的定义进一步扩大，包括阴茎及其他身体部位或物体进入阴道或者是肛门，基于实际造成的损害，那么这是一处恰当的修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订。还有关于，目前的这个修订呢，也引入了未成年人性引诱这样一个规定，对于下列行为进行惩罚：威逼、使用诡计或诱惑及其他不正当手段，以猥亵的目的与未满16岁人的会面的，受到惩罚。同时，这个犯前项犯罪，进而威胁目的跟不满16岁的人会面的话，也算是犯罪。那对下面的行为也进行处罚，就是要求未成年人发送记录其性行为或性器官的照片或者是视频。那这个是个新的规定，是在预防针对未成年人的早期性犯罪，但是规范范围比较窄，规范范围比较窄，虽然也是值得称赞的一个进步，所以还可以进一步的讨论。下面呢，我们基于不同意来定义强奸，在这个宪法实施之后，在进入议会之后，我们还怀疑通不过，所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倡导，让他们解释法律的含义。我们对法律的有些规定还不是很满意，因此我们希望呢，未来法律继续的改进，在目前的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想议会不断的进行这个倡导宣传。对新增的法律存在问题，立法者修订了这个刑法条款，加上了第20条。那么该条规定5年后将对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审议，这样我们到时候就有机会进一步修订法律。所以呢，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即便是有这样的成绩，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来在未来审查法律，5年之后进一步的审查法律。那么在解释这些修正案的时候，法委员会又没有成员提到，这是他说的。那解释该修正案的目的是，该提案人强调，这项修正案将以不要就是不要的未经同意的性侵理念
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核心要件。但是也有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引入，我要才算要的立法理念。这也是他所说的话啊。他说，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第20条，关于修订和修改本法的建议。也就是说，在实施5年后，应该从4个方面进行法律审查。因此，5年之后呀，要审查4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设立所谓的“我要才算要”的条款。现在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不要就是我不要”。也许5年之后，我们可以以“我要才算要”这样一个理念进行立法。还有可能5年之后修改所谓5年年龄差的一个规定。第三个目标呢，就是设立利用经济或社会地位影响而实施性犯罪的新罪行，把新的一些这个行为入罪。所以，七条有一些规定。同时啊，我们也还需要更这个确切的这个规定来纳入刚才第三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进一步的延长性犯罪的诉讼时效。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比如说，我们之前修改了所谓的5周岁年龄差的规定，下一步呢就要考虑诉讼时效，或者呢在审查性犯罪诉讼时效后呢，认为有必要排除诉讼时效或其他规定。这个建议也获得了立法委的一致同意。目的陈述书中的内容呢，也应视为立法者意图的体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考虑到的问题。我想通过一个例子哈，来去跟大家具体的讲一讲，经过了这一轮的刑法修订之后，它产生的现实影响。比如说这个约翰尼·喜多川案，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件。这个呢是日本的一个一种呢是日本的一个培养男星的一些艺人经纪公司。那么据披露呢，这个经纪公司的领导层多年来持续性侵了数百名未成年艺人，就是很多这种青少年，他们怀揣着成为明星的梦想来到这个艺人训练部啊。希望能够被培养打造成明星，但结果呢？这个事务所的领导层，从1960年一直到2019年喜多川去世，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性侵了数百名的未成年艺人。那么这个案发之后呢？2023年就成立了一个专家调查组，后来经过认定呢。确定确实有数百起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那么如此大规模的性犯罪行为，一直被整个行业所掩盖啊，直到2023年才被正式盖棺定论。所以，我们看到哈，如果再放到以前过去的刑法，那肯定他不会被定罪，因为过去的刑法里面没有任何的条款规定，男性成年人对男性未成年人的性侵行为没有这方面的定义，而且虽然说这个经纪人事务所他利用自己担任这个公司领导的这种地位优势来去胁迫他旗下的这些未成年人男性艺人与他们发生性关系。那个时候的法律并不健全，所以它不涵盖这一类情况。但是，其实经过修法之后呢，我们再重新去看这个案件，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它的构成要件是存在的。这个就是因为法律条款的改革带来的积极的变化。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呢，就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样的立法改革对于这些受害人个体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这样的努力呢，还远远没有到达终点，
因为我们在日本整个社会还是有许多对女性的物化行为，但是呢，年轻一代现在对这些问题都比较的敏感了，比如说这种性侵的文化，这种男性将女性物化的这种文化，比如说像男性杂志，会去错误的宣传这种性侵害女性的文化，所以女生呢现在也在一些网站上发起了抗议活动，比如说这家网站哈，change.org，就是他们发起一个网络请愿和运动的一个网站，这个 change 呢就是改变啊的意思，在这个网站上他们抗议一些媒体呢，对女子大学进行排名，而且这个女子大学的排名呢，是按照这个女子大学的女学生容易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程度来做了这样一个非常下流的排名啊，激起了学生的共愤。当然，新的刑法修订了，关于性同意的构成要件发生了调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持续的去开展关于性同意这个概念的教育，因为性同意呢成为了新的刑法很重要的要件。我们需要对全社会，包括在学校，针对未成年人，包括在企业界、在社会界、政府各个部门去宣传性同意这个概念。这个链接里呢是英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关于性同意这个概念的一些宣传教育材料啊，当然美国应该也有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教材啊和案例，直观的去向大家去说明性同意的情况，比如说这里面，它就是一个漫画插图，通过请别人喝茶的一个漫画哈，来去指代这种性同意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像左下角的这个，就是强制的在为对方喝茶；包括右边的这种，他已经酩酊大醉了，你再去问他，他已经无力去回答你，这种可能都算是没有征得性同意的情况。所以呢，今后的工作，包括未经同意原则呢，我们应该通过对它的宣传，确保与国际标准接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名义上。与此同时呢，在日本全国开展广泛的教育宣传，加强对修正案核心内容和性同意的认识。啊，这个是我们和其他公民社会和其他的一些组织共同去推出的。我们还和司法部的同事一道做这样的宣传工作。我们和司法部长也在做持续的对话啊，在做后续的工作。所以，公民社会呢，在监督正确执法、在推动未来改革和反性侵文化方面，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所以，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啊。以上呢，就是我的介绍哈，我也非常的高兴看看后面大家有什么问题，我愿意与大家互动。好，谢谢卡苏克刚才跟我们分享的，非常精彩，也非常有信息量的一个分享哈。下面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大家可以把问题写在聊天窗口，我们可以把问题念给演讲人。啊，各位提问的同时呢，我作为主持人哈，也借这个便利先提一个问题。科斯科女士，您的这个组织包括这一领域的工作，我非常钦佩。但是呢，其实日本这个社会呢，我们知道是一个传统上的父权社会，而且其实整个日本的立法机构女性的比例是很低的。所以我就想哈，您在跟政府官员和新立法者，大部分是男性为主，跟他们打交道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是我觉得总体上还是要受害人发声吧，受害人的声音很重要，所以我们
是希望能够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因为我们自己的专长是法律，我们其实更擅长的是说法律应该怎么样，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要关注的是，法律上的专业知识，但是呢，要听听这些受害人的声音，而且我们的团队呢，主要是法务工作者，然后我们女性公民社会团体呢，主要请的可能就是女性的这种律师，我们会陪同受害人可能去报警啊，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让他们用法律的语言来解释这些受害人他的经历，我们和一些受害人组织在建立伙伴关系，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声音呢是最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的故事呢，还是很能打动人心的，即便是一些男性的这些，执法部门呐，包括立法者，他们也会被这些人的亲身经历所打动，所以我们会和这些人合作，会和这些受害人支持组织来每个月啊去向这些政府部门去游说，所以不是说我们最近才开始做这个工作，每个月都会去，从2017年。一直到现在，每个月都会去做。当然，不光是我的组织了，有很多这样的组织，每个月我们都会去面见政府，啊，去对政府的官员去做游说。也不是一个成型的战略吧，但是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不管说大家的意识形态啊、想法上有任何的差别，因为这个是关乎到人性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受害者呢。其实不光有女性，还有男性，所以很多的政府官员，因为在我们的游说过程当中，他受到了触动，啊，他就真的会去推动这个事情啊。谢谢哈，我们看到聊天区有几个问题，一个呢是来自于杨斌，他说呢，因为有一些西方国家呢，它有比较成熟的关于规制强奸罪的法律，而且强奸罪的定罪率。但是还是比较低啊，所以这个也是形成了一个这种迷思啊，有可能是因为警方或者检方缺乏培训。然后除了日本说立法不健全，你觉得还有哪些机制和文化的原因吗？对，我们司法和公检两个部门、三个部门都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对强奸这个概念的定义有问题。因为它的构成要件太窄了，这个我们觉得是根源。我们现在有新修订的刑法之后，你立法就没有什么借口了，对吧？过去我们说法律不健全，那现在法律已经成文了，那你剩下就是落实执行的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法律的践行呢？它也是一个问题。这个过程呢，就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教育宣传、培训，执法的这些部门，他们要跟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主攻的一个方向。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修法之前呢，我们需要面向公众去搜集意见，所以这个环节就是您的组织是怎么样去搜集公众意见的，啊，这个不光是我们组织，其他的组织也会和我们一道。比如说像日本的 Me Too 运动，其实改变了大家对于性暴力的认知。比如说这个我们里面这个案例，这个实习记者 Ito 女士，她这个公开作为第一名女性公开去发声。对整个日本的 Me Too 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他之后呢，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很多女性站出来，女媒体啊也很关注，因为 Ito 女士呢，她自己本身就是媒体人，所以媒体界的女性呢也受她的启发，很多的主流媒体好像不是特别关注这种性暴力啊或者强奸呐这种犯罪，但是呢，女性记者自己开始去把，这个聚光灯投到了这个问题上，
包括像 NHK 也是公开的去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运动。NHK 呢就开始进行大幅的宣传，也进行一些调查，然后呢就那个制作了很多纪录片系列的纪录片来揭发这个性侵的问题。不仅仅是 NHK，还有其他的媒体也跟踪报道。那么这种媒体的声音呢就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同时呢还有这个鲜花。示威也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也经过新闻报道放大了声音，改变了公众的心态。好，谢谢。另外一个问题呢，是天降写的，你刚才提出Me Too 这个运动在中国应当如何推动下去？对中国推动 Me Too 运动有什么建议？我想我只了解一些。在中国，前线妇女也有人站出来。是的，我知道，我也读过，但好像不是很成功。我们必须鼓励中国的这些 Me Too 倡导者、积极分子、受害者在司法判决中面临着不利的情况、不利的判决。那么这时候律师和民间团体应当对受害者进行支持，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有时候呢，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变化，是我们必须，有坚定我们的信念，让这些人发出去的声音，让社会引起共鸣，让受害者与社会互动，得到社会支持，可能会撼动大山，移公移山吧，移公移山，最后可能会这个感动立法者，即便是在这么大一个国家，在这么大一个国家，也可能会取得进展。我知道。那么，中国和日本在文化方面，文化上非常相似，都是一个这个父权社会。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那么性侵之后的心理咨询问题，比如说这个性侵受害者，他是受到心理咨询师的性侵，这两者之间呢，它是一种保密的状态。如果性侵，生在这个熟人之间，这个怎么处理？根据刚才你做的演讲，有特殊关系的人之间性侵，比如说这个师生之间、雇主雇员之间，但是这个问题呢，涉及到更广泛的这个情况，可能是熟人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邻居之间，就两个人私密状态之下，受到性侵，心理咨询师，和被害人之间是一个服务关系。对于心理咨询师来说，应当有严格的，一个伦理规定，包括保密的规定。关于律师和当事人呢，两者之间有保密特权。那么，行业的内部都有一些规定，有一些这个保密规定。那么在日本呢，也是内部的法律的规定，不是相关的法律规定这种保密特权。如果对于熟人之间，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未经同意的强奸呢？男女朋友之间，有时候男人与女朋友发生性关系，未经对方同意，可能亲吻是可以的，但是他不喜欢性交。女的说“我不要”，但是男的还，不这么理解，继续进行，女的就不得不同意，这并不是同意，这种情况也构成强奸，所以，即便是两者的关系非常好、非常亲密，比如说这个婚内夫妇之间，即便是不同意的话，也是构成强奸。因此，同意是非常重要的，是构成要件。这种案件呢，通常发生在没有第三方在场，没有证人。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公诉的时候，双方各执一词，如何来证明？没有证人，所以证明
这些案件非常困难。在日本，在证据法方面有什么样的改变没有？我这叫新法解释。通常情况下，双方在刑事诉讼当中，但是双方都会在公诉人面前或者警察面前做出陈述。那么这个陈述会在法庭使用。但是这种陈述啊，是可以被拒绝的，可以不使用。这时候会把受害人作为证人，传到法庭进行询问和交叉询问，不依靠证人。那被告人呢，会也做出证言在当庭。那么法官呢，就是来据双方的作证来判断是否可信，哪一方可信。如果有矛盾的话，在证言就必须做出判断。这时候呢，就需要其他的证据、辅助证据、补强证据。比如说，在性交之后，是不是有电子邮件，或者是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交流？如果有双方的意思表示有对话的话，那么这个可以作为辅助的证据来做出判断。比如说，在日本，通常情况下，这个男性会用安全套，但是如果男的没有用安全套，这个就可能是一个例子，说明这个是强奸，是强奸。如果女的明知希望性交的话，那肯定会要求戴避孕套、安全套。那么如果没有用的话，可能就是强奸。但有时候可能在紧迫的情况下，可能女的没有办法做出拒绝或者是同意的表示，比如说，这个男性没有用安全套的话，那么这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强奸的证据，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说这么多，好，谢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法律不断进步，但是有时候也会引起反弹。在日本有没有这种情况？你认为对这种社会的反弹应该怎么去backlash？对这个反弹，应该怎么去应对？因为我想，这个法律呢是在议会协商一致通过的。即便是这个保守党呢也支持了，即便是保守党也支持了，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些法律，所以这个不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一些男性团体，实际上怎么说呢？他又不说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一些男性团体总是来攻击女性，在推特上或者是其他社会媒体上攻击女性。这在日本也有这样的人。目前这个女性的倡导呢是非常成功的。有那些非常保守的人呢，他们可能会在推特上攻击这些女性团体，也可能会质疑议会的活动，会散布一些谣言。我本人就受到一些攻击，因此这确实是一种不良的局面。但是有时我们会对这些人发起诉讼，其实他们发布虚假信息，同时受到攻击的女性也团结起来来沟通。面对这些人相互支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倡导非常成功，游说非常成功，但是也难免遇到一些困难。这时我们要团结起来，携手进步。好，另外一个问题是，我非常钦佩你和其他的这个机构的不断努力。他说，我看低头的记录他的时候，他提出只有很少的女性警察来这个负责记录。如果不同
警察来处理这个情形，他就需要不断的做出陈述，这样就形成二次损害。我想了解一下，在司法程序方面有什么变化，在性侵案件当中，或者是有什么新的做法避免二次伤害？好，谢谢。目前女警察还非常少，女警察实际上是经验也不多。也在这个性侵案件当中没有什么经验。我94年当律师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女性警察受培训不够，他们没有参与这个强奸案件的侦查。但是这个情形啊变化也不大，现在变化也不大，所以问题很多。在日本，我们有一个配额制，每一个部，必须有30%的女性成员。所以，不光是司法部门，还是律师界，还是政府，包括像警方，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女性占比的要求。但其实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还是不太容易。而且大家看到这种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最近也是有人在呼吁，但是呢，还是很难说一时之间就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日本的这种公务员队伍，它调整起来很慢啊，警方也是一样的，所以在一线，去接手这些案件的啊，女性的警察也是比较少，所以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必须要去调整，因为刑法修订已经完成了，那么后续的实施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女性。啊，包括女性警察的参与，所以，法律的实践依然任重道远。谢谢。时间已经到了哈，所以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分享是非常有成效的，也想感谢可佐库女士给我们做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啊，给我们提了很多高质量的问题，让我们有一个很精彩的互动。在大家退出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再帮我们去完成一个简短的问卷啊，主要是收集一下大家对这个议题的意见啊。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反馈，我们也会去来更好的设计我们下一次系列讲座的主题和安排。再次的感谢卡祖果女士啊。因为刚才在聊天窗口也有几个同事提出来说想会后继续跟您联系哈，我们会帮助去做这个牵线搭桥的工作。好，谢谢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就到这里，谢谢。